境的人员到上海以后，我们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隔离的措施？所有中外人员，凡是在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，有过韩国、意大利、伊朗、日本等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，一律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，也就是一律隔离14天。